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但这条路现在就是大家在打的问号嘛，我们可能要透过等下的波期再对，因为等下波期赛程长，青田不可能上不了，他们一定在某一个环节突然变阵，导致有机会再转，然后来看到底能不能拿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们这一次本季最大收获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挖呀挖呀挖，可以让晴天变成版本陷阱？是，对对对，这是我们最大的，就是一个小小的 trap， 它看起来很强，但其实打出来的强度完全不如预期。对，那我想问，对于必要木生一哈我哈啊，我刚正要问啊，是不是就该用这种强制互开的队伍？就青田木神一这种是可以的。哦，我觉得这把每天练这些赛评还要整天凑，确实超过分，妈的，就是我真贱。哼，进阶木可以试试看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那两个有点快，进阶有机会，但是就变成压榨，你挖到吗？对吧？就是另外两个人要很能防，没有也都也没有很压榨啊，就是发挥你的长处嘛，对不对？这把输赢在哪？这把输赢在你最擅长的地方，我的短处，你的长处互补，这样。对。他选择是当然也能够理解，一个单核然后能够跟着跑掉碰的，那防守也行。对。哦，是选速度稍微快一点点的，但有和，总会有人去挂机嘛。赛品有在玩《灌篮高手》吗？亏皮好像没在玩，阿爸偶尔玩一下。有哎，拉克莎这个新手选的就不烈了。嗯，我看一下他选什么。没有到，他选张不烈。那种就是感觉完全没有机会。我们觉得很烈。就是不是拼基本功，是拼。Lucky Star 这样选有一个解法，但是那个解法必须是阿神尊南下，不然压力太大了。所以或许还是会被拉神。这些没在练的不去凑凑，我们这些认真练的，真的哎、欸、妈的，王八蛋！正常来讲是很有拉扯，而且里面也没有人是把你定死在你跑不起来，对，就没有太强悍的攻框。你真的要讲攻框的话，就是那个认真钻进去。你祭奠500场还想怎样？看一下 ELK 能不能够扳回城哦。对，哇，他最后还是选择神宗一郎。这样能打吗？哦，一开始也是那个、哦。阿赫偏上看起来很卡。粗暴的直接打一个二点。哇！哦，这个操作。阿赫细啊。不太确定他是在拉扯你，还是在失误哦。潘少。阿神跟不到啊。哇，姿势。哦哦。进攻有点苦苦的，因为连续按两个。很奇怪哦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来瞧一个角度，啊，直接顶，哈，打得很单纯，再顶，哈，哦，拿来 this， 小牛很狠哦，哈，啊，为什么跟我们打？不要出这个阵容，哈，好像在炸鱼哎、欸，很危险，没了，这下麻烦了。一切都搞砸了，这边。脑海中闪过有一个人，上次也是突然显出来，然后一直在笑，因为他也好奇。哈，小七儿要被点名了哎、欸！靠腰，赛平好像都跟小七儿有仇哎、欸。这是亚洲杯吗？他可以啊。啊！看到他的脸在笑。干，又被喷了、哦，小七儿。那把好像还是有赢，对，还是因为他防守真的很够力，对，这次防守很强。终于打到球了，但他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太好的机会啊。没错，没有他顶，因为他用顶的，对他就一直凑哎、欸。讲得起啊，你们这次怎么盖得到一样盖？确实。好啦，赶快3-0，下一把我们要看最好看的小七那个冠军局喽。在 BOK 这边，这把记了，根本就不会玩。防守强度不够。哎、欸，那个姿势的板也好多。盖不到，所以我不能选这只。有啊，他把那个我很单纯、欸。主播用多少资金在打台股？没有很多、啊，其实我觉得自己的资产的60%吧。我觉得熟练度再高一点，其实是可以单纯。三哎70%吧，应该有70%。对。你站在原地。熊市的话就大概只有30%而已。现在牛市就会弄到80，牛市到70%、80%。我干嘛还要跟你过周末半天？晃什么晃？就这样默默的也追到6-6，是可以打成观察的。还是都我们是我们不懂他，他前面那些动作也是。主播无上限，一直借50，又借50，然后又补50，那是你啦，姚哥。可这个也是，这是小事最可怕的地方，就是你知道也盖不下来，也就哎他怎么6-8了？这个二
应该不会有意外吧？可以追爆追到。哎、欸，赶快三比零，不要浪费时间歹戏托棚哎，赶快结束了。对，很多哎、欸，这次我觉得那个是师徒好不好？师徒最多的，这种大家都盖得到，追了。对。但师徒真的一直在补单哎、欸，很夸张哎，这有钱哎、欸。小盖，哎呀，有点近。我玩流川有盖过阿神大招，好哦好哦好哦，强猛牛逼！啊倒了，真猛，高手。倒了没话说，总会倒的，谁来都一样。后面我们就会撑两个大出来，有个神。有机会哦，一分是蛇有机会两个大。看他那个加速已经加起来了，而且我感觉他应该是要想办法先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。先找机会丢一颗，然后再去顶这个神圈、欸。但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就是他在这个补位的防守过程中，其实身翻当然这个板很漂亮，其实身翻不太有姿势那种钻内板的强。他现在只敢踩热干了，哇！篮板球开始制霸喽。这件事情其实真的还是招牌的、啊，因为他有蛮多那个位置，就会让你觉得11-2嘞，不会有悬念，我话题就是在这边。但今天这场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有机会啊，当然就功不可没，那一定是的，毕竟他的重责大任就是他还是得出去嘛，是的，对。那他后来马上连抢两个，就代表他也知道自己必须要做到这些哦。哦，神圈加速一直在给，又看到了，哎、欸，这个永远偷不到哎、欸。当然，小牛盯着，刻画的，好猛，只会这个，这个其实很难盖，还是他移卡没卡好。啊，我有啊，被移卡到了。但这样看不出来他是故意的还是失误哎、欸，他刚那个连招动作，我觉得蛮失误的，但我觉得潘少失误更大，对，理论上要踩到，多退了一步，大招有得分，哎、欸，好像结束嘞、欸，46秒钟，还有机会，对，就依旧是要拼这个神圈哦，但这也真的怎么能盖这么死啊？强制五五开呀、啊，哎、欸，到了完了，这个阵容就长这样啊，好啦，五分了，没有悬念了。除非这边给猴子，然后猴子上来真的被他偷到分，然后阿神有能量再开一个大了。哦，直接靠赛哦，真假？好，可以。哇，那接下来就是还差两分啊？不可能吧？啊是啊，只能说一直都没什么手还是会吃一个超解、哦、啊？了。然后这边猴子再上篮得一球，不可能吧？机停，哎，机会就这样溜走了。小心哦，机会就再上一次，二点，小牛盖不到。哎、欸，阿天阿神开大绝绝杀，不可能吧？不可能这样一直追爆追爆，不可能吧？终于让我进了，又没有追爆天赋，然后突然7个被动超，不可能吧？哪有这么好干？他这边又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哦。啊，我是哎、欸，连续撞停超，潘少到防守强，开起来，哦，吓死！想要用大招终结，傻小啊！哦，刚刚到延长赛了，但那个神圈，哇！哇，圈是不是还在？我敢吓死！对对对，我记得是在。安哪，阿神没大了啦，干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他不是投掉以后又进的，他是投。靠，要太扯了吧？是会继续给他的。哇，干还好哎、欸。过四分钟。有没 ？OK 没？打回来，打回来了。那个、就是你在拖台前，靠腰。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啦！靠腰是那点安全哦、喔，他那个大绝盖到加安全哦、喔。左边的没有，有，对 对，右边的全炸啊！你看他那个搓法都有问题了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有可以有戏有戏，其实是他很会玩，是我们啊，我们不懂今年新场，我不明白他的名牌。盖漂亮，连盖两，也算渐入佳境耶。其实他的防守是越拉越满的。篮板球姿势漂亮，压力都给人大。猴子也想盖姿势补篮的，很皮耶。每秒掉就直接被挑了。对，压力大喽，小牛。哦，快点漏了，怎么会？哦，哎、我走，哎、欸，拉回来了，拉回50-50了。干，不会要吃到超节吧？两分超，没那么衰吧？哦，失误了，可以。每当你觉得大，干阿神刚刚是打一球顶一球，然后再开个大绝。干，会不会又被他顶进啊？没那么帅吧？再来吗？回球啦，定。哈。哦相信机制，他不知道拿下一球，你靠呀，真假 ？OK 吧？该不会有那个被动超吧？然后阿神顶一球三分球还进杀死比赛吧？没那么衰吧？你一时行三分啊 ？OK 没？哇，这两个人挤在一起，居然还挤了一个空位。干，那三分球不会进吧？帮他做一个挡拆哦。没那么衰吧？绝杀！你看你们完全动都不敢动。啊！倒！绝杀 ！Oh my god！ 哇，他最后这个判断。
强迫小只跟我猜拳。哎、欸！哈！猜出来！有哇！那这个有机会！难道 Lucky Star 要这样一路？哎、欸，找到内容了。黑猫白猫能赢球的就是好猫。为什么三百块钱出来？有，就是反正你要存完基本功，我就要那个纯打这种。比较我自己觉得，因为其实那球来得及的吧，我看一下，有哇，小只跟我猜拳，对吧？这球是算的啊，一秒啊，这球是算的、欸，啊，比赛结束。但是你感觉 Lucky Star 的胜利方程式都是写在第一个，要么木生，要么这个新的球员资料了，然后要么啥，老哥，花主播新的赖贴图正式。花主播第二组贴图已经开始贩售了，大家还不赶紧去购买16种新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详情请搜寻 CECOMBIER。